回到现场，持续来关注啊！韩国影帝李善君呢，最近卷入了吸毒疑云，已经被警方限制出境，今天下午将被约谈。过去他是以寄生上刘阳明国际，不过现在遭到警方调查涉毒的过程。现在在今天将要进行尿液检测，来确定他到底吸食的毒品次数跟种类是什么。这也是他在八天前呢涉嫌染毒以来，神隐八天第一次出现，现在引发关注。